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是一个要出门远足的日子。那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年前去过的富士山。那么现在是早上的6:00，天呢才刚亮，现在气温非常非常冷，所以我现在想要赶快走到车站里面。冷吗？冷啊！赶快到车站。我们现在住在池袋这边，那我们今天要搭电车去新宿，那等一下会从新宿再搭车到河口湖。上车了，本日も JR 東日本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到了富士山，在后面这里超美的，今天天气超好，现在还没有什么云，而且富士山这个上面这边有这个烟啊，就是它的火山口在冒烟。刚下这班列车，旁边呢有这个三角锥，也是富士山造型的，然后旁边有这个鸭子造型的三角锥富士山。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先去商店街，反正今天一整天都会一直在看山，就是以富士山为主的一个不同角度的景点来推荐给大家。现在呢我们要搭回下吉田站，会说是搭回，其实是我们刚刚已经搭过站了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本日は富士急行線のご利用です。我们抵达这一站，第一站的景点，我们等下会去它这边有一个商店街，重点就是那个商店街街道中间刚好是富士山，那很适合拍照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已经抵达这个商店街，然后这个商店街有一个最大的
拍一点，在这里，在这个角度呢，可以直接看得到富士山。然后这边有商店街，就是一种直通富士山的概念。然后大家很喜欢在这个路口拍照，那拍起来其实蛮美的。也就是刚刚这样子，那就是大家来这边拍照要小心车子，因为毕竟很多人会在路中间拍照，都要注意看车。那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个景点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下个景点会是另一个神社。那我们在路途当中呢，就是有看到这个小神社。那这个小桥呢，超像神隐少女千寻走的那一条。旁边还有小溪。水沟外有富士山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神社的入口，那这个神社入口呢，还要有一个好汉坡楼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上楼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半山腰吧，就是在这边休息，这边有很多摊贩，然后买了一个冰淇淋，还有团子。然后后面这边的景呢非常夸张，后面就是很大的富士山。那这边已经很漂亮了，等一下上去一定更美。到了。我们到了最顶的这个观景台，那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座位，然后有一个塔，然后对应的呢就是富士山，景非常的美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全部都是一些平房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富士山落座在这块平地平原上的感觉。OK， 我们现在在那边待了一阵子，现在是12点了，然后有点热。那这边这个看台呢，看着富士山真的很美，但就是现在有一点乌云遮住了它的山头，是有点可惜的。最大的缺点就是要走非常多的楼梯，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在下面拍，因为下面就已经很漂亮了。那这是一个很推的景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到了河口湖站。那河口湖站呢，这边后面就有富士山。对，我们现在进来路边一间意式料理。是也是盲吃啦，因为就是肚子饿了，然后这边开的店家也不多，那很多就是在 Google 评价很好的店呢都是需要排队的，所以我们也不想等，就是进来旁边这一间算是披萨店，拿来吃吃看。好像是一个马铃薯浓汤，然后有加蔬菜咸咸的，然
后是一个很道地的一个欧洲的汤的感觉，是非常的浓，只是它的这个 size 有点小。我们吃饱啦，这间店我非常的推荐，五分的话我会给 4.5， 它真的超级厉害，在国内其实要找到这种披萨也蛮难的，而且它价钱在这边呢是算非常便宜，一个披萨的价钱大概是300多台币的一个窑烤披萨。那吃饱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缆车 ，Let's go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しました、2名様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。上车了。必要的温泉浴室で。我们现在已经搭缆车上来了，然后这边的景呢也是超美的。然后中午那个云挡住了山顶，但现在又好像打开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上面有富士山。我们现在来到最顶端的这个观赏台，然后 Cole 你刚刚买了团子在这边吃，那这边的景观会更好。刚刚那个云呢有离开了一下下，然后山头露了出来。那这边顶端还有后面的这个荡秋千，可以在富士山前面的荡秋千。哇，这边真的很惬意耶，很推荐大家来这边。然后下面还有幸福钟可以敲。来这边看看风景啊，吃吃美食，然后重点就是可以看着富士山夕阳落下，真的超级推这个景点的。虽然说缆车要等蛮久的，大概等了半小时，不过我觉得很值得。那最后呢，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私房景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车站出口左转，然后直走之后会遇到一间 Lawson。Lawson 右边的这条巷子，直直的走就会看到一个平交道。那平交道对的呢，就是富士山。
那这里呢，是不是也是一个超级棒的景点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私房景点啦。那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拍拍照。这边的景呢，也是蛮漂亮的。以上呢，这几个景点就是这一次富士山一日游的推荐。那如果你要来富士山的话，也欢迎用这支影片来当做一个参考。那么这一次的日本行呢，还未结束。如果你不想错过关于日本相关的旅游探店行程跟快更多肉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K 老师阿龙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。